我们 SJ 和 Open 可卷啊，都一样啊。我会觉得20 BB 我会20 BB 以下我会卷，因为它可以扣 S9AT， 但这个我会更愿意22 BB， 我觉得就是 ICN 的情况下就是01，我们还连接到 S High。我们这里应该要扣 twice， 在这个考虑扣 twice 啊，看 turn size。然后我们没有那么多3跟2，所以他的 bluff 我们很多 K 啦，就是因为我会 fold 掉一堆的什么，我的 K3O 什么我一定会 defend， 但是我会 fold 掉 J2O， even Q2O， 所以啊，这里 SJ 有没有一个 double barrel？ 我觉得是有，我觉得势必要 double call 的。River 有没有一个 shove A3？ 他只会开 A3 输 T 啊，我觉得这里明确 River 有一个很奇怪的 shove， 我要做一个很奇怪的 shove， 因为他这里不会开到 A3O， 大部分的情况。然后我在 call twice 之后 K3823， 他我不知道他的 A3 输体，他不应该开 A3O。然后在 K3823 的 board 上，我的 float 的 S Jack off 输就会变成我最弱的 combo。